对你是很有信心的，没想到你给我挑出这种东西来。哎，你们平常在干什么？有没有听老师讲话？你们精力、你们脑子用到哪里去了？没事挂在电脑上面玩线上游戏，玩什么 MSN 吗？不用心，一个一个的。打工，跟我走，来吧。学校来堵你了，我怕你受伤啊！你关心我？笨蛋，没时间跟你讨论这个，快爬吧！小心哦，小心出去！前面就快到了，十分钟前就已经说快到了，真是乱七八糟。要是有人敢这样勾引我女儿，我打断他的腿。哎哎，妈，那个，我想起来唐一教室在哪里了。在哪里？在那里，快，我带你去。我那里好像已经去过了。只要小玉加入这个军练购物中心委托案的笔稿，就确定可以入学吗？没错，这个案子对我们义大而言十分重要，我也是以大局为重才愿意破例。可是我担心小玉她压力太大，会做不出好作品的。你考虑看看，反正要入学的又不是我。田教授，小玉这孩子她比较怕生，可不可以就是由我亲自来指导她？你在跟我讨价还价？我不敢。华老师，义大毕业的艺术人才当中有70%都是由我调教出来的，创作是我的专业。如果你有能力走这条路的话，我想当初你也不会选择艺术史去深造了吧？啊？
选择艺术史去深造呢？你的话太抽象了，你就有难得的天分，就不知道发挥。只剩一个礼拜的时间，单向的老家伙居然想要叫校长指定任三田的作品，才不会让他得逞。你看这普普风的绘画风格才是商场需要的主流嘛，你参考这个风格想办法调整，不然的话你就得重画啊。华本玉，好好听我的，谁都不会是你的对手。嗯，事务所想要找攻读生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所以麻烦你多照顾他。修斯老师的好朋友，我的新老板李花，竟然是个美丽的熟女，她的行动不太方便，也几乎完全不太说话，不知道为什么第一次见面我就感觉他好寂寞，而那一刻我有一种冲动，很想治好他的孤单。老板，我来就好了。哦，老板，我按照交件日期把所有未完成的案件都已经分类好了。对了，明天下班之前记得要把草稿传给千晴先生。我们谢谢，你可以下班了。是后天下午是吧？好，没问题，不好意思哦，谢谢，拜拜。